看丢丢头发长的，好几天没给他洗了，好像那个杀马特。丢丢要思考狗生呢。这是我上次给丢丢买的狗粮，一大袋，他也不吃，放到这浪费了。我打算把他给丢丢洗澡的那个宠物店送过去，那家店就是救助很多流浪狗，然后看看他们要不要给流浪狗吃。这是什么？丢丢吐了。哎呦，啊，你看看啊，你看能不能吃？哦呦，来这边，他，丢丢，呀，他怎么这么胆小啊？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害怕呀？他一到宠物店，都害怕。这个是比熊是吧？对，比熊。哦，他跟比熊长得还真是不一样呢。对啊，看着眼睛好像单眼皮。萨摩耶是双眼皮。哦，对对，萨摩耶双眼皮。你看丢丢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？丢丢。嗯。看，好像是内双哎。杏仁眼，那是。哦，还真是内双呢。他的刘海好长呀，都盖眼了。我的天哪，我身上全是狗毛。丢丢，丢丢，哇，啥串儿，真漂亮啊。它本来更漂亮，刚给它剪了，剪成一个。多大了它？两岁了。咦，两岁，长多漂亮。咦，你好可爱呀，乖，来抱抱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哎，真漂亮。你看它头给它剪的，好像那没戴帽子的二师兄一样。我看立起来了。啊，漂亮啊，宝贝儿你。你看多漂亮。对对对对，啥串看不出来，真漂亮。说是西施跟蝴蝶犬的串，有可能它耳朵像蝴蝶犬耳朵。嗯，漂亮，真漂亮啊，好帅。头皮都比较平静，就这个。啊，来给大家全方位的展示一下修了毛的丢丢，看它的屁股，看它这个尾巴给它修的好齐啊，就好像我们的头发一样，就好像一只没戴帽子的二师兄。以前我们那个大萌狗去哪儿了？尖嘴猴三妹，我都不认识你了，我不认识你。丢丢丢丢丢丢，快快快！哎，然后他的哟，他那个那一大袋狗粮，然后那老板说可以吃，只要不是毒狗粮都可以。挺好的，觉得没有闹，就是丢丢太丑了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